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浩浩。今天11月20号，很多朋友在纳闷说，为什么才10月20号就已经在唱起圣诞节的音乐了呢？该不会是在帮什么新北什么耶诞城业配吧？是，观众朋友，如果你现在你要开始准备圣诞节礼物了，你的卡片、礼物什么的，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了，很多东西一个月才会到货。你说什么？不是啊，有很多什么24小时的网站啊，24小时就到货啊。如果你圣诞节送24小时就会到货的东西。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开始在着手准备你另外一半的圣诞节礼物的，你这里面就看对了。去年我们浩浩是贩售我们的积木公仔，但今年我们直接把积木两个字拿掉，直接变成浩浩公仔。观众朋友，我们这次跟厂商我们前后对了很久，终于设计出最符合我们浩放风格的浩放公仔，来喽！啊，四个隆重介绍浩放。公仔这个质感哦，人家看起来很小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哦，我看它量一下它的高度，19公分，19公分大的东西啊，比一些外面那些精品还要再大。外面的精品大概就是可能15公分啊、12公分啊什么的，我们直接给你做19，直接大爆。先从它头顶开始介绍啊，它戴着我们的眼镜嘛，然后右手帅，穿口袋，左手。洋裤管，然后再加上我的拖鞋，因为我很常穿拖鞋出去，所以我就请他们做一个拖鞋的一个设计。然后重点是观众朋友们，这一只它是可动的，它的左手可以这样站。哦，观众朋友，你以为这样就没了吗？我这边说很酷很酷哎，你会觉得真的很酷吗？不酷。如果只有这样的话，我还敢这边拍影片吗？我还敢这边叫观众朋友说什么请来预购？我没有这个脸，但如果今天他左手如果可以换，我就敢叫观众朋友来预购喽。来，它是一个这样的姿势，我的妈，哦，一个问号。但如果今天把它拿上来，前面中二那个推眼镜啊，这很帅吧，观众朋友们，我看着都想买了。我跟你说，中二推眼镜一定要放在中间，然后一定要这样两只手要打开，有可能老师问你问题的时候，3的平方8，哦，不是，是9，你是凶手。所以我们多增加了一个中二推眼镜的左手配件，而且右手还是要这样插口袋哦，好帅！所以今天我们浩放公仔里面有正常版的笔站跟我们中二版的左手，你以为这样就没了吗？如果只是这样，我还敢叫你预购吗？观众朋友，我不敢，我没有这个脸。如果今天他有多增加一个配件，我就可能叫你预购喽。那个配件就是小弟在前年，哇，已经前年了，尤克里里，我们的乌克丽丽配件啊，可爱，把它挂上去。哦，这个绳子你要自己绑，可爱，可爱，真的可爱。你是要不要嫁给我？来了，我们今天的配件，除了我们的左手大拇指站，还有我们左手中二姿势，以及我们的乌克丽丽一指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以为就这样，我还敢叫你预购吗？没有，今天我们一样的价钱，我们买两个角色。第二个角色是谁？以为可以换头吗？不用，你直接买阿明。好吧，我们眼镜是可拆式的。你可以把眼镜放上面，一下已经可能把眼镜划掉了，你可能按上面擦擦那些不要。这个很可爱，这个设计很可爱，因为我们就是想要让他眼镜也是可拆式的，所以呢，他现在就是阿明的角色。观众朋友们，隆重介绍2020浩放公仔。这一次我们的浩放公仔，我们总共做了601只，网络上独家贩售，我们的预购价格1230，1230。很多观众朋友开始觉得说，怎么那么贵？搞什么？外面那些什么万代精品，399、499就有了。观众朋友们，因为我们限量601只，外面那些东西，他们都是一次做几百万只的，他们价格可以压这么低，但我们今天只有601只，全世界只有601只，601只卖完就没了。观众朋友应该很纳闷说，为什么要做601只？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01？因为我们这次总共做700只，剩下的99只是我们的会场限定版，11月20号到11月22号办在华山的玩具创作大展。隆重介绍我们会场限定版，棒！哦，四个啊，跟它一模一样，配件也是有左手一个赞，右手也是一个中二推眼镜姿势，眼镜也是可拆的，也是有一个乌克丽丽。但是今天我们的会场限定版就穿我们的可恶 T， 就写个可恶，穿我们的卡其裤。这个呢只有99只，这一只会场限定版只有在我们台北玩具创作大展才买得到。我们会场限定版11月21号早上10点。开始贩卖，全世界限量99只的会场限定色，贩售价1490。观众朋友们，摊位号码是 A08。
那我们一般版呢开始的贩售的日期呢，应该在玩具展之后。谢雀的贩售日期呢，请关注浩方粉丝团，我们限量601只，网络上限定的一般版。当天呢，11月21号早上，我也会在玩具创作大展跟大家见个面。那一天呢，如果你只要买到我们的浩方限定版，就可以一起拍个照。你以为这一集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没有，我今天要来介绍一尊全世界限量一只的浩方100公分大公仔。观众朋友，这就是我们全世界只有一只会场展示品啊！到时候包装了就会长这个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开箱这一个，给大家看一下100公分高的浩方大公仔。来喽，把这边打开，然后把它倒过来。需要协助吗？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。把它打开了，很大哎。现在把它脚解开，先把它放这边好了。还有一个真的乌克丽丽，他们说乌克丽丽，不然就做真的。好，可以调音。一般来说乌克丽丽呢，它下面是要有一个东西，是可以让你绑住那个绳子的。这个就是我们豪放的100公分大公仔，哇，本人很帅。但我最想在外面听到一句话，就是浩哥，你本人怎么这么矮？186公分已经很高喽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刚刚的标识186，这就是我们全世界只有一只他们会场限定的展示品，豪放100公分大公仔。这好帅哦，而且它自己是可动的哦，它完全就是比照我们那个刚刚的小公仔去做的。观众朋友可以发现，我们一般版是这么小。这样看起来很小，没有，实际上其实我觉得还蛮大只，因为它19公分，旁边那个大哥哥100公分。但这一只如果真的会长在卖，我是很想买，真是好屌哦，哇！摆在我们百万奖牌这边，很酷哎。那这个呢就要放旁边，这只你也买不到了，全世界只有一只而已，也不会卖。那重点是旁边那一只，全世界限量601只，我们的网络预购版，一般版1230，那我们刚刚的会场限定版99只，观众朋友，我们11月21号早上10点开卖会场限定版99只哦，抢不到就像鱼喽，能够像韩国鱼、高嘉鱼，我不知道圣诞节你不知道送什么的，看到这支影片你就知道要送什么，天选浩浩，还好，保证26号接球，恭喜各位。那我们11月21号会场见，如果见不到的观众朋友们呢，我们网络上跟我们的公仔相见，就这样，拜拜。